是这里。之前我在树叶上感知到一些若有似无的不祥气息，因为太过微弱，所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。但现在，这种充斥空中、痛苦、憎恨的情绪，甚至不需要我去特意感知，漂泊者，这里一定发生过一些很糟糕的事情。小心，这里是无音区，我们先把残像清理干净吧。速了，
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小心！狙！奇怪，不攻击吗？狙！哥哥！救！哥哥！救！救！似乎只会重复这几句话，这不是普通的残像。残像会进行攻击的本质是他们需要吞噬他人的频率，残像的诞生也是频率被打散又组合的结果。这只残像应该是吞噬了某些人类的频率，将他人残存的意识化为重复不断的抑郁。这是来自谁的将死之印？又或是出自谁血腥的创造呢？对不起，没有，我无法做到那样的事。我只是在他身上感知到一些复杂的情绪，浓烈的悲伤与一种异样的期许漂泊着。我有一个猜想，他似乎在等待着解脱与救赎，但这种期许并不是指向他自身。我听见了他的悲鸣，不是来自这座村庄的悲鸣。这座村庄在悲鸣着，希望能够从深渊中被解救出来。这里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，甚至还残留着受害者的回响。从此处的痕迹以及这里的废墟来看，发生的时间也许并不久远，风中的讯息也还未能消散。也许是因为无音区的影响，也许是有人从中作祟，这里的事并未暴露在阳光之下。但我认为此时此刻这里一定还有我们能做的事。也许受害者还留在此处，我能感知到与之相关的人就在这里不远处。这里很危险，我会将这里的事态同步告知赤霞，但在正式调查人员来到之前，我们能先留在此处继续调查吗？抱歉，我这么说似乎太主观了，这只是一种没有依据的预感而已。谢谢你，漂泊者，请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这个小东西让它留在这里吧。里面有你需要的吗？痕迹面积不大却凌乱，看起来不像是战争留下的，更像是伤者被拖拽而留下的。快看，这里有许多脚印，这些是打斗的痕迹。这里曾发生过伤人事件。看起来，似乎是一些特殊仪式才会使用的木牌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种物件一般摆在自家宗祠才是，况且这看起来有点不太符合这个时代呢。在过去的历史记载中也有过类似的事件，人们出于某种信仰，为了祈愿，会在村落中定期举办大型的古老仪式。再看看其他地方吧。原来如此，这很可能是残星会的手笔。残星会？我对他们的了解不算太深入，只是由于身为踏白，曾接触过与残星会有关的案件。他们是一群热衷于将人类与残像融合的极端疯子，
组织庞大，曾在各国界内都引发过多起大小不一的恐怖袭击事件。将人类与残像融合，在荆州境内也有残星会活动的痕迹，但都是些比较边缘的成员，在他们组织内部被称作造将，而在造将之上则是作为领导者存在的会监。会监往往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手段与影响力，造成的危害也是造将无法比拟的。我不知道他们实际上的目的是什么，有其成员自称是要灭世，也有自称是为了追求永恒的力量。而其中有一名格外疯狂的会监，即便是在一群疯子中也疯得足够醒目，视一切秩序为无物，破坏行恶并以此为乐，是混乱狂欢的代言人。这几张卡牌我在与残星会相关的档案中见过，正是出自残星会会监之一伤痕。如果是他，那么他对村庄中的人做出了怎样残忍变态的事？如果你需要我再自我介绍一遍，是的，我是伤痕，那个残忍变态的疯子。难得的会面不应该有强干扰项，不是吗？那个女孩会影响你的判断。放心吧，我暂时还没有让你仇视我的打算，所以他现在很安全。让我们先好好享受当下的独处时光，把无关紧要的人抛之脑后吧。毕竟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。听说你失去了自己的记忆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想来也是，否则你苏醒时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真的会让我怀疑传闻的真实性。你察觉到了，这才像样吗？别对我抱有这么大的敌意，既然有所感知，你就应该知道我只是看客中的一位而已。但是开诚布公走到你面前的却只有我一个人，在你还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角逐战中的一个筹码了，一个混沌不明的因素，刚一出现就引来了疯狂的抢夺。从睁开眼的那一瞬间开始，你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你的作用，包括你在意的那个女孩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贪婪，残忍地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功能性的棋子。所以我要站出来告诉你真相，因为我真诚地将你视作朋友，对你即将面对的一切感到抱歉。这是我对你的诚意。不如说，我是在期待你的选择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想要让我们互相了解更深一些而已。看看这个村子吧，然后告诉我
你所看到的真相。对这个世界多了解一番，神的倾向就会更加明显，我们的游戏才会变得更加有趣。在这期间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难得的独处时间被打扰，仅此而已。不要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想象成施暴者呀。你想问的应该是，这个村子曾经发生了什么？但是直接告诉你太没意思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由你来向我讲述你所看见的故事。那么来说说吧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已经注意到这么多了吗？那这些线索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过什么？看来你在内心深处也并不信任这里的人们。啊，果然他们说的没错，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家伙。我很高兴你有着高度的敏锐和准确的判断，以及对人类的绝对认知。让我为你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吧。这个村子的故事远没有那么简单。首先，故事围绕着谁来展开？一名无辜的少女，一位德高望重的村长，一群淳朴的村民。那么最重要的情节是什么？愚昧的崇拜，摇摆的善意，众人皆知的谎言，肆意欲夺的生命，还有那渺小而特殊的存在，被众人推上死路。漂泊者，接下来书写的笔就要交给你了。我很期待在你深入了解这个村庄之后，你口中的故事将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怎么，还想和我聊点什么吗？我不想。不要企图威胁我，认清现实，现在我才是拥有筹码的人。漂泊者，不要让我这么快就对你感到失望。冷静点，别这么激动。虽然我也很想和你较量一番，但还不是现在。现在出手的话，我可不会保证之后你还能从地上爬起来，那样你会错过这里的线索。千辛万苦来到这里，你想要的就是和真相失之交臂吗？不查真相，不明事实，仅凭传闻就对我妄下判断吗？果然，温顺的羔羊总是会被冷酷对待，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么我只能对你无情一些了。如果你能乖乖听话，理清村子里的一切，我会考虑更加礼貌地回报那个女孩。否则，我手指一动，就会让她脑袋搬家。要再试试看吗？真是出人意料的选择，如此执着的战役，我怎么好忍心再次拒绝？就让我如你所愿。
无穷无尽，身处混沌。趁现在想想清楚吧，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？好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？头摇摇，眼眨眨，变出一群洋娃娃。洋娃娃真可爱，有黑有红又有花。加速了，倒在你脚下的是勇于走向清醒的先行者呀，和他们一样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笃定地前进吧。我将为你在前方准备更热烈的欢迎。别着急，要是不小心掉了下去，你会粉身碎骨哦。听话的能量，我们人。加速了，停止！我还是冷，干脆利落，毫不留情。你瞧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点，别急着否认。既然来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倒是很想知道你的答案。你想成为创造规则的牧羊人，还是成为打破规则的黑羊？如果一个清醒的人在风雨中独活，你又该称其为清醒者，还是唯一的异端疯子？想想看，牧羊人并不是既定真理的化身，只要他彻底消失，黑羊获得信任，世上就不会再有加害者与受害者这样的分类。漂泊者，漂泊者，我打破了他的幻境，他应该也受伤了。我该谢谢你的手下留情。漂泊者远一点。
来之前不是说好的把时间留给我和漂泊者吗？希望你没有忘记这个条件的前提，不要即兴发挥，给别人带来困扰。别这么急着出来维护你那脆弱的完美乐章，我有分寸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需要你来提醒我。漂泊者，看来这次的约会只能到此为止了，不过希望你记得我提醒你的。我想知道你最终会选择从天而降的馈赠，还是开诚布公的交易，或是一掷千金的豪赌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相信你不会轻易做出决断，很快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他们要跑了，要追吗？啊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的。伤痕的共鸣能力似乎是空间传送和制造异空间，我被他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，只能感知到距离这里并不远，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打破幻境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哥，哎，这个小家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还从来没见过有残像会表现出这么生动的情绪。不过，他叫的哥哥，不会是？有可能，毕竟伤痕曾经也来过这里。比起这些，漂泊者，刚才我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？看来七尺村的真相与那场仪式密切相关。只有找到仪式真正发生的地点，才能佐证这是否是伤痕的一面之词。怎么了？双重的残像频率波动痕迹。原来如此，风中传来的讯息在那边，跟我来。南边。他们没有答案。无需担心，和您推断的一样，伤痕并没有伤害到他们。依照您的意思，我没有出手。您那边还好吗？请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令尹大人。对了，漂泊者，能把我们先前找到的那半块木牌拿出来吗？果然没错，我在这边感知到了相同的气息，跟我来。有你需要的吗？哎，是木牌的另一半，应该能组合起来。我的水位正在下降，
这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空间。奇怪，明明是在水下，走进来却十分干燥，一点水渍也没有，甚至植被都生长得很好。难道这是伤痕的手笔？联系到他的共鸣能力，做到此事倒也不稀奇。加速了，那棵树好美丽，甚至美丽到有些说不出的妖异。求求大家，你是想告诉我们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它怎么消失了？这里有一本日记。直到最后，那个女孩所祈愿的都是村庄中的人能够得到救赎，但牺牲是不会换来救赎的。那只残像就是为了传达女孩的愿望而留在这里的吧。对不起漂泊者，我感觉这里太冷了，我们可以先回去吗？抱歉漂泊者，在那下面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，那下面的风几乎是静止的，但我仍然感知到了很多情感和讯息，来自多年前的悲鸣围绕着我，大家许下愿望时的期冀、愤恨、绝望，和那本日记上所带着的深深的悲伤和思念。日记的主人在思念什么呢？是之前平和的生活，还是思念一手促成这一切的骨肉之亲？抱歉，我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。我真的希望从此荆州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，但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，这也是我成为踏白的原因。我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和信心去阻止这种悲剧发生。我无法阻止这个世界的悲鸣，但至少我要尽可能阻止身边的悲鸣。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谢谢你漂泊者，事情已经发生，怨天尤人或是沉浸于此都是无用的。回去后我会将发生在这里的事件和得到的线索整理好上报。我们回去吧，一起。
了。